来，高轩，走了，先贴带你出去玩去。先贴是能休息一上午，让你妈一个人家里面收拾下去。走，哎，走，自己下，把车扔下，扔，自己走，快把它扔下了，快不要拿车了，嗯，哎，小杰，叔叔咋说？看一下他现在干啥的？家里。那家里面我们赶紧往下走路，看一下，明天干活我们就上。明天这儿咱们安灯、安风扇，是吧？你让他把工具带上，就把他们电工那个工具、他干活那个工具，是吧？嗯。顺便刚才我安东你那个事儿，走到那儿让他下车，然后再过来，知道吧？走了，高兴。哦，带走。啊？你一会儿联系房东嘛，你看他自己弄，就让他自己先给我弄，要不你跟他一块儿过去也行了，拦个出租车嘛，是吧？嗯？你钱借了不？你没钱了？哎呀，你是老板，你没钱了，卡里面取吧。卡里面取，卡里面取。早点给我。哎呀，手机啊。带高兴来看看鱼，喜欢看鱼，看一个人咋看的。杀了，杀了，高兴，哎，鱼，哦，来，鱼，哦，鱼，哎呀，这回看过瘾了，每天喝鱼，高兴的。看，慢点，好了，就站这儿看，就站这儿看。嗯，好看，来高兴，来回去买点鱼再吃点，买点。好了，回了，吃饱喝足了。高兴一个人玩，你看，这个地方你看，一块块人挺多，刚开始还人少。哎呀，还有个结婚的，这是。走了，高兴。今天把鱼是看的看够了啊。哎，哟，走了。都是鱼。都是鱼。走了，回来。啊，妈妈的不如爸爸的好喝。嗯，是不？你看，高兴。妈妈穿。好嘛，凉快一会儿。高兴，妈妈了，哎，妈妈了，哦，妈妈哪儿去了？哎，哎，高兴，哎呀，你又玩的连妈妈不要了，嗯，妈妈了，妈妈哪儿去了？我就去结账去了，稍微等会儿，再高兴去湖边转一圈。走，走吧。吃鱼是没带烧鸡办事去了。吃完鱼了，回来偶遇烧鸡了。走。慢点走，你看，你妈看都不想看你了。看，小鸡，你等一下，高兴了啊。哎呀，就管自己走了，不管高兴了。哦好。是你挂的，我都是我挂的呀。自己走啊。飞瓦湖，飞瓦湖，拉拉湖。过去做个摩天龙啊，烧鸡，嗯，你不是胆大吗？敢做吗？烧鸡，你看你儿子，去，高兴。Namaste。高兴，快找妈妈去，你看。
那个 apple。嗯，小。小苹果。苹果呢？嗯。快快快，对，找妈妈去。废话，我现在环境好多了，就是这个水葫芦是长得满河都是啊。帽子车上了，这高兴，快，你咋不跟妈妈，就非得等爸爸的？嗯，狗狗，喂喂，高兴，狗狗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你看他凶那个狗了还有。这里面，对，坐大风车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来，这里面这个绿化还绿化的挺好啊。碰碰车，来，过来这边，从这过来是不是滑旱冰去了？李哥看。哎，看前面，这里面。嗯。高兴，那是啥鱼？海豚。企鹅。哦，对，那儿有鱼了，看见鱼，我什么？你就认识鱼，那是熊，狗熊。啊、哦，熊。熊。啊。狗熊。哈哈，不知道。黑色那个熊嘛，啊。我叫熊。嗯。嗯。演你没演？嗯，演你。他是看一些鱼。哦，鱼，高兴。啊，你是就认识鱼是吧？嗯，那是海豚，高兴。哎呀，看看人家这个是大，人家这个不是摩天轮，这个是大风车，你知道吧？来了，吓得都吼的。走了，司机，回去吃饭了。啊，走，回去吃饭了啊。走，去中国那个詹大师那。那叔叔过那儿也行了，一起吃嘛。累了也过去吃完饭睡了。啊？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过去，往那儿走啊，是吧？啊？你给他打电话去那边吃饭就行，一起吃。累了，你就是有病儿喝了。高兴极了。